右手手指啊，有时合不拢啊。病人啊，继续再打那个拜登呢、啊，继续再打那拜登啊，继续打那拜登，继续打那个拜登啊，继续打那拜登。打出去的时候，那个拳头啊是有点往手掌的远端方向捏过去，这样的话就是，握出来的，就是握紧这个，也不叫拳头了，它没有成一个拳头，说是也是拳头的一种啊，但是呢，实际上让那个，掌心往远端方向走，往那个，嘴弯方向伸啊，所以这样一伸以后呢，我们这边，手掌打开的时候就有点异样的感觉了啊，是这么回事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